持《開心魔法》，咁我覺得我自己睇完《開心魔法》嘅粵語版，都覺得係即係聽住佢講廣東話嘅聲音，我都笑得好開心。咁希望呢套戲都會帶俾大家好多嘅歡樂。原来吴尊说粤语是这部戏的其中一大笑点啊。系咩？咁我而家讲广东话，你一直笑啦。我觉得呢部戏系一个好新嘅题材。然后我觉得佢入面有好好笑嘅嘢啦，然后有紧张嘅嘢啦，然后都有好有意思嘅嘢，因为。我記得黃老闆佢入面有講一句話，就係佢同吳京講嘅，就係冇太在意以前嘅嘢發生嘅，我哋要往前面睇，向前看。OK， 係睇有 important 嘅 message 喺入邊嘅。所以希望大家會支持《開心魔法》。好。哇！真係好辛苦，出曬汗啊！你睇佢真係唔容易啊！嚇，燕姐。开心魔法其实还是很有很多岗位。